来辅佐靖王的，是来为萧靖宇翻案的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34岁的胡歌演红《琅琊榜》当中的梅长苏，这位两岸男神说自己还是单身，让粉丝乐翻了。那我觉得如果要找一个同行的话，可能如果你们就是不是你们，我们啊，我们就是想要有这个想过稍微正常一点的生活的话，可能有一个人会需要去放弃一下的。胡歌说不排斥女友找圈内人，不过对自己的婚事还不急。原来胡歌现在心有所属。你养猫了吗？我养。养几只猫啊？5只猫啊！我家的母猫都是辣妹。你养小动物呢，特别容易这个让女孩接近你。那你咋不养狗呢？俗话也有说了呀，俗话说男不玩猫，女不玩狗啊。我没有玩它呀。胡歌的休息时间全都拿来陪家里的5只猫，根本是猫奴，让心爱的猫咪爬到头顶上也甘之如饴。是你是挑人呢，还是别人你都看不上眼呢？不是，我没时间呀。没时间啊？废话，你跟猫玩有时间，你找姑娘没时间？我以为跟猫玩着玩着姑娘就会来了。哎，真有这样的啊？哪有这样的啊？你见过遛猫的呀？胡歌爱猫成痴，叫家里的猫辣妹，更是常常带着爱猫到处走。看来要虏获胡歌的心，可得先亲近胡歌家里的这些喵星人。记者黄一文、钱如恒台北报道。